休班警长沉思西贡海底。个49岁姓吴嘅警长消息话系驻守警察电台，寻日休息。不过喺夜晚就被发现着住 T 恤牛仔裤，赤脚咁沉思喺西贡祖和坑大网仔路嘅石滩海底，送院抢救之后不治。消息就话死者嘅颈同埋身体有多处嘅伤痕，差人喺现场揾到相信系佢嘅背囊，入面就有手机同埋一张警员委任证。医药堂虫草 CS4 连续4年全港销量 No.1， 我信医药堂。